生活中的事情不如我们意的很多，我们也不能指望生活一点困难都不给我们，都是顺利。遇到不顺的时候，心态是很重要的。保持乐观的心态，努力达到困难，你会发现困难其实没有多可怕。只要希望还在，我们就会拥有打败一切困难的勇气。顺利也只是比较大的不顺而已，不会一直赖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走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二星座中九月一时遇水逆末尾遇转机的三个星座生活充满希望。白羊座，白羊座人的生活在这个九月有点不太顺利，会在九月的开头就遇上我们一直都不想见面的水逆。不过问题不大，水逆是不会一直赖在你们身边不走的。克制你们的脾气，少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水逆会在九月末尾结束。生活遇到转机，出现很多的希望，让你们不再愁容满面。巨蟹座，巨蟹座人的心态其实不算多好，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你们也很容易乱想。水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只不过大家的经历的事情和时间不一样。生活不只是有低谷，还有希望。九月快要的结束的时候，你们就会遇到你们的希望，生活出现转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天蝎座，天蝎座人的生活在九月一时就会出现一个状况，虽然你们也不是很想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既然遇上了，就只能勇敢地面对了。你们的生活是一直都有很多希望在的，只不过这次被水逆掩盖了光芒。努力前进，你们就可以在九月末尾的时候重新和希望相遇。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